有袂少，甲苏林在团工伫中华有袂少，即啊，接受翕相机是增加，啊，即中华馆的交通队也正是讲，确实是因为医生，专中华有64支的定点接受的翕相格啊，有34支啊是有主机，其他是无，所以啊，不过因达在顶半年处理的案件都有超过40000件。完全将固定式的测速杆降落来，随即拍开后挂。不过，不是将已经翕到的档案 copy 出来，而是直接把主机提出来，外壳阁直接升起你原本的所在。远远看起哩，这支照相杆还是伫原本的所在坚守岗位，这是中华139管道为着防止超速，警方直接设置了两支固定式的照相杆，不过不一定拢有主机。警方证实，原来64处的固定式的测速器上，只有34处有主机。我们原则上是定期半年哦，会做一次检讨，那也会机动式的不定时哦，针对这个易肇事路段哦，来随时来做检讨，来修正这个主机的位置。警方表示，今年上半年度全管处地超速违规已经有40046件，固定式测速翕相未使减，就算讲只有空壳，卖使有好侪效果。民众是认为，只要若是无违规，测速翕相是真还是假，影响是无大。有人会计较迄，但是实际上我感觉迄是无差，因为最主要是要落座安尼。好，反正这尽量大家拢嘛较减速个啦。系啦，有嘛当作有咧去，每一支拢有咧去，安尼就对啊。彰化县交通队表示，这64处拢依照规定公告出来，万伫前方设立警告的标志。虽然主机无够，不过非移动式的主机以及人力的加强执法。不过，上主要的目的毋是为着要开单，是要提醒驾驶人爱来遵守速度的限制。记者彰化采访报道。